这里胡说是一个以轻松闲聊的方式讲出生活还有旅行故事的 Podcast 频道，欢迎回来。Hello，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我是杰西大叔。那这一集呢，对面又坐着一个美女，欢迎大妈露露姐。我觉得你讲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虚伪。其实他是明明就想说大妈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妈露露。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正常。没有，我们要给你正常话。okay， 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一次黄豆，是，然后有橄榄油，橄榄油真的有人敲碗呢。真的吗？对呀、我觉得就是真的你要找买橄榄油，对，你就买这一种。对，你不买我进的都没关系。没错，就是我们只教你怎么，怎么认识这个橄榄油。但是如果你花你认为橄榄油的钱，但是你是买到不好的油，你就吃沙拉油就好了。对，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至少你不用花那么多钱。是啊是啊，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功课嘛。那我们今天其实就要聊你们，你另外一个砸了更多钱的功课。没有没有，杰西说大姐，今天终于要聊到你的本业。但我们一样秉持着我们不讲品牌，我们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认识这个制造的过程。对，我们今天就是讲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酱，是，对，酱油，酱油。其实严格来讲，酱油是把酱的汁用出来。什么是酱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是说，其实应该说我们认知的酱油，它就是用蛋白质的东西去分解，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跟核苷酸。这个东西是鲜味的来源，鲜味。所以其实严格来讲，酱油呢，它如果以发酵方式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有我们认知的黄豆那样的酱或黑豆那样的酱，所以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原料。其实动物性可以，其实严格来讲，鱼露也算酱油啊。是哦，鱼露是怎么做的？鱼露是用鱼啊，就鱼这样腌下去，然后一样发酵，是一样是发酵。它是用曲，也是用曲哦。其实是应该不也不是用曲，它自己会发酵，因为分解蛋白质的这个过程，过程其实就是算在做酱。那你像你吃那个大陆那边东北的那个黄酱，或是韩国的大酱，大酱，对，其实它都是黄豆去发酵的。黄豆大豆这样子透过它，因为黄豆大豆很多的蛋白质，对，蛋白质，所以一定，所以你的原料一定要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一定要高，要够高，对，才有办法做这个转换的过程。是，那为什么鱼跟虾很适合来做发酵？跟第一个，它油脂不多，它不像猪、对对对对，牛、猪油、羊，动物性油脂，像我们两只油就蛮多的，对不对？ Okay， 对，有些动物的油其实很高。其实油，如果你是不稳定的油脂，对，它分解完的这个会有一个油耗味。哦，那个油耗就是不干净那种感觉啦。那为什么用大豆来酿酱油很适合？是第一个，它蛋白even 它的油脂很高，它适合。因为它其实便宜。哦，成本上便宜，跟鱼来比起来就算便宜的。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因为你没有踏进鱼的那一块吗？是，我没有踏进鱼那一块，我不太懂。但是你的豆的相关的配法就已经够多了。那大家认知就是说酱油就是要吃纯酿造吗？可是所谓纯酿造，我知道是酿造方法也分成很多系统，对不对？应该说你要应该是说酱油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以分类来讲，其实可以用它的生产方法来分就是分类。对，那在台湾呢分成四大类。好多。这个是卫福部公告的。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如果对原料黄豆呢，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妈录了一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黄豆的故事的话，我们黄豆就不讲那么多。那黄豆的故事请你翻到前面来。讲完之后可能我们今天都没办法下班。所以我们要分很多集去聊。是，所以有哪四个分类呢？第一个叫做第一个方法呢是叫做因为那个方法我就是没有做，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啊，卫福部在这几年有要求所有的酱油业者证明，所谓的证明就是正确的证，
证明就是说你的酱油酿法在你的品名上面用酿法去清楚的告诉消费者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做这个酱油。所以刚刚那个盐酸溶解的它会标成什么？水解，水解酱油。对，水解酱油。所以第一大类叫水解酱油、uh-huh、这个不是大妈自己说的，是你去看卫福部食药署的公告是有这个方法的、那水解法其实呢它就是你有蛋白质的东西，那我们在台湾泛指就是指说是植物性蛋白，那植物性蛋白最大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脱脂豆片。那什么是脱脂豆片呢、脱脂豆片其实就是杰西你有吃沙拉油吗？啊，我忘记了你不会吃沙拉油。对，我很久没有，我大概六七年没有用沙拉油。对，但是我们的那个叔叔伯伯阿姨非常节省的客家那个乡亲可能很多都是吃沙拉油、因为很便宜、那话说脱脂豆片其实就是沙拉油生产的过程中把油拿掉之后剩下的东西。对，这会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自己有做了一些功课，那我们就不要明讲，反正就是 这提炼的过程把油分解出来过程中其实它不是用压榨的，它的问题在这里，它是用溶剂去萃取的。对对 对, 对, 对，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橄榄油压一压油出来就会有渣。大豆沙拉油的取的方法它并不是像橄榄一样是用压榨的。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当然这个两派说法就跟你吃药机改过非机改的问题一样，就是溶剂会不会残留啊、你后续再用在食品加工会不会可以被分解掉。当然我相信它如果处理好的话、它那个溶剂是因为它会被挥发掉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嘛，对不对？没错、OK 好、那我刚刚说了水解法其实就是拿这种比较大量而且就是说合乎食品安全但是比较便宜的这样子的蛋白质来源，那它是用酸的方法去把那个蛋白质去做分解，分解成比较小的分子就是氨基酸跟核苷酸。这个东西分解完它就很鲜，它其实就是水解酱油的来源。那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的快，大概三到七天就完成，看每一家的分解制造过程。对对对，工艺就是自己的制程来。对，我称它为工艺，因为做得好的还是一样啊，做得好的水解酱油其实有的外面卖的也非常的不便宜。你去日本吃非常多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紫油，或者是你去看那个有的什么紫苏酱油啊什么的，它都是用这种流。你只要去看那个什么氨基酸水解液，或者是什么对，会这样子标哦。对，或氨基酸那个什么那个，其实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水解法做成的酱油。但是它还是得加防腐剂，对不对？不一定，不一定，它浓度高也不一定要加防腐剂，它不一定。所以防腐剂的部分，我们就看瓶身标示。是因为你如果因为这样子大量制造的酱油，一般呢这样子快速制造的酱油，为什么会牵扯到防腐剂跟酱色？其实是应该是说，它大部分用在大量营业使用。大量营业使用，其实它还是有成本的考量嘛，就是对对成本，大量使用成本一定是第一个考量。对，那你第一个考量，我讲真的，我也可能这种酸水解液做的非常高，就是浓度很浓，但是因为可能是营业条件的问题或是客户需求，他可能就需要稀释，但你稀释的过程中你要长期存放，你一定又牵扯到防腐剂跟颜色的问题，因为快速的分解它的颜色没有办法像天然精致发酵的梅纳反应酱色。对对对，天然的酱色是出不太能够出来的，调出来的。是是是，所以它就会加色素吗？如果等级低的一般我们不叫色素，我们就是焦糖色素，就是那个咖啡的色的颜色。OK， 所以其实，在这种其实应该说啦，在市面上或者是在那种大部分餐厅，我们用到的都是这种酱油。应该我们不能这样讲。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就是这样的意识抬头，其实慢慢的也有一些店家他要用大厂牌的。大厂牌的。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用酸水解液，就是说水解法的酱油。对，像我知道的，我们就不讲名称，我们这边节目都不能讲名称。但是我知道的某一个餐厅，小的那个，他就对他的酱油很在乎。
对对，好，我们先讲水姐酱。其实水姐酱以前它还没有在被改名字之前，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的化学酱油，跟快速酱油，就是它分解很快。那因为它为什么叫化学酱？因为它的制程中，它其实是用化学法去把它完成。嗯，那这个方法其实如果严格来讲，你说这个如果是合乎食品安全，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啊，对。但是因为有一些数据，就是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就是说你的这个过程如果是制程有一些问题或不是很，它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谓的不好的东西，例如说单氯丙二醇，后来如果你加到不好的焦糖色素，它会有一个叫四甲基米唑的东西，这两个物质其实都是确定是会致癌的。我先跟各位讲，就是说食品目前台湾这边的食品标示啊，其实要求还蛮严格，如果说你有这种成分你就要标，对不对？被验出，应该是说不论你有没有验出，其实你有放这个东西，例如说你有放，你是用水解的方法做的酱油，对，其实我所谓的证明就是你在品名上面，就例如说你的酱油是这样子，就是说例如说我的品牌是某某什么酱油，对，你就要写某某水解酱油，因为你的这一款酱油是用水解法做成的酱油，你其实在品名上面你就要清楚的让消费者知道成分上面也要，对不对？成分当然要写啊，成分其实你大概看它如果是写因为你的品名已经让你知道你的酱油的做法嘛，是水解嘛，对，后来你去看它的成分通不，这种水解不会有人用整颗的豆子去发酵，对对，这个通常都是用脱脂豆片，不论是机改或非机改的。嗯，其实机改对，机改那一题我们已经在黄豆那集也聊过，所以我们就也不讲。反正豆片也有机改跟非机改哦，是因为你成本你一切都是成本。对，炸沙拉也有人用机改的豆，也有人用非机改的大豆，所以他炸完的豆片一定也有机改跟非机改的哦。原料一切每一颗原料每一分原料都会关系是整个产品的制程、后来呢，第二种方法叫做速成法，速成法其实就是它，现在我也其实看不太，我自己是业者，我都不太懂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因为你已经有水解法。其实它的，我老实说，我们自己业者认知就是这个，这个制造方法已经很快了嘛，对不对？对。那速成法呢？其实。他们的解释是说，我来念一下，乙酸或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质原料，并经发酵方式制成之酱油，应于包装明显处显示制成速成这个字样，但是跟前面差什么字啊？对，不是你，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我跟一些食品界的一些学者讨论过，你用蛋白质的东西经过发酵制成之后，你在什么经营时间发酵，为什么还要发酵？我不懂，听懂我讲意思吗？它水解是没有发酵，是，那但是速成有发酵，可是都已经水解，为什么没有发酵？对啊，你的重点是这个吗？是，你懂嘞、欸。开玩笑，我喝酱油喝那么多年了，你懂我意思吗？我看不懂这一段，所以其实这一类不应该存在啊。我觉得这个根本其实。对我认知速成酱油就是水解酱油，对，你都已经速成，你为什么还要发酵呢？不可能，不可能让它发酵的、我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对不起，我讲太快了吗？我要帮你逼掉吗？不用。姐没在怕的。但是第三种又很妙。好，来，混合酱油，混合酱油之前我要先跳过它，我要先讲一个我们认知的纯酿造酱油，就是大家都觉得要吃纯酿造酱油。来，我来念一下规定。好，标示制成为酿造之酱油，应以制取发酵方式制成，其总氮含量必须达每100毫升0.8公克以上，黑豆酱油之总氮量达每100毫升0.5公克以上，总氮量未符合不能称之为酿造酱油，所以就是总氮含量。对，好，来，酿造酱油呢，刚刚你已经念了，就是你以蛋白质的物质以渠的方式经常时间发酵分解之后制成的这样子的酱油叫酿造酱油。嗯哼，你注意听哦，它写蛋白质的物质经渠分解，对不对？对。那蛋白性的物质，我们认知是
豆子嘛，对，但是豆片也是蛋白质啊，对不对，杰西？是，就是它没有标示它的原料到底是不是要完整原粒跟豆片。但是我现在老实说，现在所有的大厂其实在成分的部分其实都会展开，所以呢，那么乖，你要买纯酿造酱油，你可以，如果你要确定你是整颗的豆子发酵，或者是用豆片，其实如果是正常的厂商，他都应该在成分上面写清楚。所以你如果看到，哎，他是直接写黑豆、黄豆，这个基本上就是整颗豆子。对。那其实呢，好像有些脱脂豆片，他用的时候也会讲嘛，只是要看他有没有标吧。没有脱脂豆片，其实一定要标，是一定要标。哦、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标的，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教大家怎么看了，反正就是你买酱油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只看正面的包装，请你拿起来翻到后面看一下。你就问你的厂商说，你的厂内有用豆片也有用原豆吗？如果他说有豆片或原豆，你就不要买它了。欸，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坏？你超坏，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因为我因为很多人在外面摸摸我说我怎么样，所以我因为你没有豆片啊，所以我就决定我连进口的我都不要，所以你都不要讲，说我都不用跟人家解释说，哦，我有一部分用进口的，一部分用台湾，我全部都台湾的。你个性就是经不起人家这样 murmur， 人家一 murmur， 好，老娘不爽，全部都用台湾本产黄豆，对，而且是原豆，台湾也没有豆片，对，因为台湾豆子很贵，不会用豆片呢、啊。对，我觉得也感谢大家刺激我，让我越来越好。哦，对，这个钱越花越多。对，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黄豆收成是固定，可是你要有仓库去储存这些东西嘛。其实黄豆那集好像也有讲过黄曲嘟嘟这件事情。对，所以呢，我刚刚说了，纯酿造是一个方法。对，那你酿造法呢？你其实用不论你是机改或非机改的豆片、脱脂豆片或原豆，其实你只要用纯酿造这个方法，就是你把这样的原料蒸熟之后入渠，对，后来用浸制的方法浸制到，哎，你认为可以榨汁。后来你刚刚有念了，有一个总氮含量，一般黄豆跟豆麦的总氮不能低于 0.8 以下。后来黑豆的部分总氮不得低于 0.5， 因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因为呢，蛋白质转化过去的那个成分吗？不是，是因为黑豆没有豆片啊，整颗的豆子里面它有蛋白质、有淀粉、有油脂。嗯哼，但是黄豆有豆片。对，如果我全部都是用高蛋白质脱脂豆片，因为它已经没有油脂的问题了，是，所以它的总氮规定是标示你要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要标 0.8 以下？其实呢，你只要是正常的蛋白质是充分的，这个酿造的酱油，你如果榨完的原汁，基本上总氮都会 1.4 以上。所以，但是，所以你其实一个关键点就是看这支酱油的总氮含量嘛，它一定会验嘛。是，所以 CNS 国家标准其实除了要求酿造的方法写清楚之外，其实它酱油其实有等级的。我现在只纯酿造的部分。那纯酿造酱油呢？但是也有分哦，有分黄豆、黑豆，跟所谓的薄盐酱油，这三种酱油的总氮是不一样的。像 CNS 豆麦就是黄豆跟小麦的这个酱油，总氮要求要 1.4 以上才是所谓的甲级。对，杰西，你不用查资料了，你背得起来。这个、对，后来如果是我要看呢、啊，黑豆酱油是总氮要 1.2 以下，对。后来薄盐酱油是 1.1， 我应该没说错吧？没错，是 OK。你背的没错，我没有背，我这个好，我吃这一行饭的 OK。好，所以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今天我的原料用的非常好，我的发酵、我的菌养的非常好，我有可能这一批酱油酿出来的总氮是很高的，甚至于高过这个国家标准，对不对？那我如果我今天的销售我是标榜我不论是黑豆、黄豆或是薄盐酱油都是CNS 甲级标准以上，但是我酿出来其实我的总氮我可不可以稀释加水？可以啊，就把它降下去就好了。对啊，这样我也是叫酿造酱油。所以其实另外一种看浓那个，其实氮量就总氮量就是看浓度了，对不对？是，对。所以呢，你去看，如果你去外面买那个很贵的，最近呢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同业的，就在讨论说
当然就是在讨论说，哎，为什么有人的酱油，我们现在的营养标识都要标得很清楚嘛，里面有水，就是有糖分、淀粉、什么油脂啊，甚至反式脂肪、饱和脂肪酸这些都要标在里面嘛，还有碳水化合物这一些，我们就发觉，哎，奇怪，为什么有些业者，他标榜很好的酱油，对，甲级的酱油，但是它的蛋白质只有七点多克，哎，所以看蛋白质也可以，是啊，看出一点浓度哦，这个意思，因为总蛋其实就是用蛋白质是可以彼此互相换算的哦，所以其实大家翻过去看你的那个食品成分的那个标示表。对，不是成分标示，那个叫什么热营养标示表。对，如果一瓶酱油卖了几百块，但是蛋白质含量只有不到十克以上，对，它怎么可能是会一瓶好酱油呢？你好啊，你一定要讲那么明显。我觉得你可以不要买我的酱油，但是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那个？哎，跟买橄榄油一样哦。是啊，就是你既然花钱了，请你买好东西。那你就买那个什么就好了，不是吗？哎哎，我帮你逼掉。我觉得买那个什么也不错啊，因为都是好朋友啊，哦，至少便宜嘛。对啊，对啊，你为什么要花几百块去买那个？你便宜有便宜的目的性跟你的需求嘛。是但是你如果当然你花了这个钱，那我跟姐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花这个钱，那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就跟你讲说为什么它的成本那么高。所以我们其实跟你讲说，既然它的豆都是台湾农民辛辛苦苦制作而成，然后你的酱油是完全不加水，对不对？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只有一个等级，就是甲级以上。对，就是只有风味不一样而已。就是你的黄黑豆卖的比例不同。因为我们不是用进口的原料，台湾的豆子品种应该进口也很多，但是一般大家没有做这样的管理跟分酿的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去欧洲，我们吃橄榄油，我们会有单瓶橄榄油，就是只有一个品种的橄榄油，或者是说你去喝红酒，对，白酒也会有这个问题。是的，你像 Rioja 只能藤牌。才能拿得到 DOP 标章一样的意思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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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没错，台湾有很多品系的豆子，上次我们大豆也讲很多很多，没错啊，对，茶豆，对，高雄9号，高雄9号，高雄10号，高雄12号，台南5号，台南3号，啪啦啪啦，还有花莲几号什么的。有些农甘，我其实有做功课，农甘草好像没有每一个品种都列在网站上。所以因为有一些是有被保护，有一些是不需要被保护，哦，对，所以我像花莲三号好像就没看到。对，对，那真的就是特定为了那个产区，然后保护那个农民，保护那个品种。所以我们后来就发觉说，其实单品都酿出来酱油，even 你的湿度、盐度、环境、发酵方式一模一样，其实它出来的风味是会不一样的，每天也有可能会影响它的发酵率，每个品质都会不太一，每次的品质可能就是生产人员需要把关它了。对，后来呢，酱油的发酵，我们刚刚讲的纯酿造方法，其实它又还有分湿式发酵跟干湿发酵。哎，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但是湿式发酵基本上没有豆片发酵，它都是原豆发酵。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影片介绍什么中部啊、西罗啊，那个哪里，就是那个豆子蒸熟之后，它上面铺一层，就是入半完曲之后，上面铺一层厚厚的盐巴，那种叫做干式发酵。哦，对，那这种干式发酵就所谓的会产生大家认知的糊底油。因为你蒸的过程中其实豆子还是有水分嘛，对，但是这种发酵方法它怎么取汁呢？通常都是他们把第一道那个沉在下面的汁拿出来之后，他们还是会去稀释加水，那所谓的不稀释的就是它下面很浓的那个酱油。哦，那个就叫糊底。对，那个总氮可能非常，就是可能会很高很高，因为它就是完全没被稀释。那剩下的酱油是怎么出来？其实它就是跟橄榄油有一样的，不是不是，它就是有点类似有头抽二抽，因为它剩下它可能就是要用热水去把那个发酵完的所谓的那个，豆子把那个汁用出来，洗出来，再去煮成酱油。所以是煮还是用压的？不是，他们没这个就
每个就方法不一样，对，每个方法不一样，有些有压，如果剩下的那个豆子就是可以拿来做豆豉。那问一下好，你等一下要讲一下干式嘛，所以应该是说等一下也帮我们讲一下干式跟湿式最大的差别。湿式就是它在制曲的时候，制完的曲，它不是用湿式的话，它不是用盐巴铺在上面一层，它就直接把盐溶成盐水，盐水哦，对，溶成盐水之后，跟你的豆曲一起拌完之后，它就放在一样是放在桶子里面，一样是要四到六个月。OK， 后来它就是把分解完的这个盐水，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酱胶，酱胶，就是说它到最后其实是不是胶水那个胶，是有一个特别字，对对对，一个麦，一个就是胶水的胶，但是不是肉字旁那个，对，对，好，那酱胶这个东西，其实严格来讲，就去想你的硬皮啊，跟你的盐水，因为经过四到六个月之后，它已经 miss 掉了，就是柔柔这样子啊，因为它把豆子整颗已经分解到完全没有颗粒了 ，OK。为什么要用这种分解方法？这种分解方法其实，我们家是用这个方法了哈。我们自己个人认为，对，它是最能够把蛋白质直接带出来，因为你没有水分，其实它有时候分解其实是不完整。而且在像我们在这四到六个月的分解过程中，我们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要加不同的养分进去给那个分解的过程中，给那些好的菌，哦，所以那些曲菌是其实还是需要养分才能分解，需要后来，欸，他要吃什么我好奇这是商业秘密，哦，但是大部分就是淀粉的东西，就是糖分哦，糖分哦，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如果高级一点的会喂葡萄糖哦，因为是单糖类。可是你有一个系列是无糖的，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故事，那是榨完的原汁不加糖，哦，因为我跟你讲，你葡萄糖喂进去给它，它分解出来是没有，是已经分解完，它是啊，所以提供养分，对，等于说它是只养分，它不会让它甜，是不是？哦， okay，就像你去腌东北酸白菜，为什么要打一些淀粉的东西，你要用洗米水，对，洗米水其实出来也是淀粉哦，所以淀粉其实都是让那些菌好菌去让它消化跟它转化的，没有错，或者是你要蒸熟的地瓜打碎之后喂在里面，哦，或是有一些是喂酒，酒也是糖分，意思都是一样，其实意思一样的，是了解，所以这个是发酵好玩的地方。后来你喂它不同的糖分，其实出来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商业机密是每一家喂的？当然，糖也有高级的糖跟比较便宜的糖。所有东西都是这样，你变数那么多，你糖酿造时间，然后你的原料都是变数，啊，对，所以每一家一定有它自己特殊的风味。后来这四到六个月的过程中，你喂它养分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情，叫做翻曲拉拉，一定要搅拌，对。所以这个过程中不是你放在那边四到六个月它就会给你很安全或很乖的长大，或是就是出来一桶好酱油给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去盯着它，要盯，而且温度的控制跟湿度的控制你还是要小心的顾它。所以我看有些桶是你放在户外，可是有时候会移动，对不对？把它移到，会移动，会移动，不然一直晒着也不行。没有像以前番曲的过程中都是露天的，那现在因为大家比较注重卫生嘛，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拉到网室去，至少因为你也知道营养的东西人喜欢，小动物也喜欢，苍蝇啊蟑螂这些他都也喜欢，所以番曲其实也是要在最好洁净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你的工厂过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认证，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传统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加入现代的管理是非必一定是一定要，它不已经不是非必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只是坚持传统，但是管理这一块，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就是说你看我讲黄豆为什么要黄曲毒素这件事要非常的注意，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确定对人的身体有害，啊，后来以前在传统的酿造发酵
因为很多年轻人就说，欸，我想要踏入这个行业，但是我都跟 这些年轻人讲，我鼓励大家踏入这个行业，但是如果你的钱，你的口袋不够深，拜托你不要进来。因为你如果真的认真酿造，感觉每次酿出来都有不同的意外跟惊喜啊。还有一件事，因为为什么会有意外跟惊喜，因为现在的环境已经跟以前的环境不一样，你的菌种会因为你的环境去做变异，真的。但是你的变异，当它分解的过程中，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而且很多的变异是肉眼看不出来的。真的，因为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用一样的食谱，然后一样的面粉去做发酵，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是，比如说盐少了一点点，它又发不起来，然后那个温度不对也发不起来。所以这个只要是跟任何一种发酵相关、跟曲有关的这种东西，完完全全就是靠经验的累积，还有你的菌种干不干净也会影响到，对不对？对，没错，菌种一定会影响，因为我举个这一次大家切身体验，就是我们指这个 COVID-19 这个病，这个疾病，其实它也因为是移动传染，对不对？嗯哼，因为人的移动，因为人的移动，飞沫传染或体液接触，那菌种的变异也一样。以前呢，你在一个乡下，我们其实很干净啊，很干净，因为那些长辈都没有离开过那但是如果你们家里生了那个孙子或小孩，跟我跟 Jesse 一样，就一天到晚好被糟，要被糟，我被糟的。我老实说，你不要说今天我去西班牙、去法国、去新加坡、去香港、去中国大陆哪里。你光台北、高雄、屏东这样子的移动，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菌，身体上面带不同的东西回到自己的家。难怪我每次看到那个哥哥啊、厂长啊，他每次开那个渠桶在检查的时候，都叫我们要一定要喷酒精。对，而且其实基本上他不太让我进去，是因为他觉得我都是乱跑的人，你是脏脏的。我脏脏了，我明明就长得眉清目秀，只是胖而已。不是福气，福气，福气，请你好好说话，好好聊天。不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前面讲得太严肃了。哦，真的吗？所以今天不够嗨吗？有点哦。这样可以了吗？Okay。 好啦，没有，因为其实前面是比较严谨的内容，还是要希望带一点知识性给大家。对，因为我觉得呢，因为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本业，所以我觉得我要严肃以待。对，可是我们今天讲大概讲的这一些，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挑好酱油，我觉得因为现在食品法规的规定，你就花多一点时间，应该不是只有酱油，你只要翻开任何一个食品的背面，它里面该有什么东西，不该有什么东西，它都会出现在上面。但是我觉得啊，看食品标签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不认为那是绝对的。因为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品牌商，他自己是没有工厂的，他可能就是贴牌。贴牌的。那贴牌其实会有个问题，如果他的品牌度是很高的，其实他能不能有内部的机制，有这么多的管理人员去巡场，或者是去像我们橄榄油一样，我们每一年都跟神经病一样，就是飞到新加坡去西班牙直接看人。去新加坡又是干嘛？ I'm sorry， 就去西班牙直接看人家的厂是怎么做，从无到有。我认为在这个很快速的商业的体系之下，我不因为酱油的发酵时间又特别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而且如果他自己本身不具对像酱油制造的这样的知识，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度是相对高的。是，所以如果是这样，我其实觉得还不如建议所有的朋友，你就去买大品牌，它里面的纯酿造，对，even 它是豆片发酵的，我觉得都是至少是安全的。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大品牌，它制造量很大，所以它一定得按照那些食品法规的过程。对，而且我讲真的，很多的小品牌、小厂商，它有没有定期自己做检验以外，还送外部的第三方检验，那个检验很贵，对不对？非常贵。其实我们每一个单品，如果像我举个例子，我比较龟毛，对，我可能农药三四百箱要验。重金属要验，重金属可能因为重金属也不是说你验一个什么汞啊砷就好了，因为一大堆啊，哪有那么铜这些全部都要验啊，你验一验可能就八九项，你根本就是实验室能验的全验了。后来呢，防腐
剂有油溶性跟水溶性跟脂溶性，油溶水溶性跟脂溶性就有很多种了。后来你还有什么？现在大家怕塑化剂，就要验塑化剂。我觉得，而且塑化剂也不是一两支，它有非常多还有很多，因为我看过你翻过来那个检验报告是几百页的吧。后来呢，还有呢，很多人都说我验成品就好了。像我们是连原料来料每一批都要验，对，因为你一个酿造过程是四到六个月，你当然要先开始验。因为为什么要从原料验？因为你的制造过程中，其实例如说我只有我的黄豆出问题，或我的糖出问题，对，它其实经过非常，因为它被稀释过了，对，它不是总原料，那其实它是存在，只是它在制造过程中成品没有，不代表它原来来的时候是没有的。我要讲的意思说，例如说你一瓶的酱油做好，它有黄豆、小麦、糖盐、啪啦啪啦什么，还有水。对，其实水是每一年要验的啊，你连水都验？水一定要验。我们工厂的水，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水，我们是在虽然卫生局说不能这样讲，但是的确我们的水就是永，就是我们那边没有自来水，而且我们的水每一年是流工验出来是可以生饮的水。我们拿这样的水来酿酱油。OK， 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今天是贴牌的品牌，或是你一个是一个很小的手工品牌，基本上他们很难做到这些东西。因为每一个检验都是成本的，对，都是成本。我算过了，例如说像你的成品，我刚刚讲有这些原料，对不对？对。所以你是不是每个品下来都有检验？检验完之后，你的成品再验，因为很多人只验成品，嗯，他不会每一项来的原料，就像黄豆来很多批，每一批黄豆都检验，因为他觉得我就验一批就好，让消费者看就好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每一批来，每一批都验。每个批号都要检查，确保原料就没有问题。就是我的意思说，至少或者是说有些我自己没有验的，厂商一定要附检测证明给我，我才会验收。因为如果今天成品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里面你的前端原料有问题，我讲这那也是至少 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你至少抓得出来到底是哪一个东西出状况、啊、对，不是等东西出，所以我们算最后验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一个成品，你例如说你可能每三个月送外部，每半年或每三个月每四个月送一个外部检测去做double check， 因为我们自己有实验室嘛，其实这样一支的费用大概也要四五万块以上。如果你有十支商品，就是有四五十万，然后你又 每半年三个月印一次，所以就是百万以上。其实应该说我们自己本来就有验，但是你的实验数据一定很多消费者都说不是公正的、那是你自己验的，对啊，你自己验的，那也不是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所以我们会再送第三方公证单位去做 double check， 而且我们每一年都会送我们的品管室的同仁回 SGS 去做，例如说他们用他们的实验方法跟 SGS 的人做实验的方法做出来的数值是不是一样的校正比对，我们会让他们去做校正训练。 对， 对啊、这些都是钱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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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觉得应该是回到这个做产品的初心，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要做给家人的好的产品，它不是你不希望它是一个有任何问题的产品，因为毕竟是给家人吃、所以也才诞生出后面的那个无糖系列嘛，跟减盐系列嘛。减盐系列、无糖系列是，话说那个前面听过我们录音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那个摸杰西长大的那个 uncle， 就是我的老爸。我老爸呢非常的爱吃，所以他五十几岁，我在橄榄油那一集有讲到，就是他很早就有心脏病跟糖尿病的问题。那其实后来发觉那个糖尿病好像有家族史。我的叔叔跟阿伯都有，所以我其实蛮害怕的。好，所以呢 我就开始就说，因为你去看那个外面的酱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说了因为我的弟弟的关系，他只做特级，就是甲级的酱油，他不做西式的酱油。对，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刚刚讲酱油的发酵，它需要放盐巴才能够发酵防腐。对，盐其实是客家防腐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不是只有客家，所有的腌制都一样。不是加盐，不是加盐就是加糖。对，后来呢，你要不就是浓度很高，我们会做饭的人都知道，你如果做菜做太咸，就是加糖，是最快的方法。把那个，所以你看那个上海菜，就是又咸又油又甜这样子，其实它就是
浓油赤酱其实就来自于这种重的调味料。嗯，那我的父亲因为他本身就是有这个不能吃太咸又不能吃太甜的问题，嗯，所以这个非常的困扰。嗯，所以为什么后来第一个我们前一节说为什么要自己种豆子酿酱，第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不吃肉，我觉得蛋白质来源很重要。后来再来就是说我们想要找到最好的原料去酿的酱油，在盐度不要过高保存之下，而且我要滋味是够的状态之下做出一个好的酱油。后来我们发觉台湾的豆子其实酿出来是可以这样，甚至于它连不加糖，我在浓度极高的状况之下，就是说它的鲜味跟它的品质是最好的状况之下。其实你前面讲的就是它一定要加传统酿造方法，其实你一定要加糖才有办法去做那个蛋白质的转换，因为它的蛋白质的转换是发，它其实最后在风味是不会呈现出来的，它发酵完在风味呈现不出来。对，所以其实传统酿造方法一定要加糖，尤其是它是后端调味药，前端的发酵那个糖最后是转化成香气，还有给酱香，就是你知道，其实就是酒，你知道吗？哦，因为糖哦，对对对，你有讲过，你糖一定会弄完之后，其实会转换成一点点酒，一部分的酒精，对，只是浓度不高。酒精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说浓度高，因为天然的酒精就是防腐杀菌，而且你像我们做菜，我们会加一点点酒，它就会香气出来，因为它是芳香型的东西。对，就像你去买香精，它不会像香水马上让你那么快闻到味道，因为香水是有放酒精类的东西，醇类的东西挥发，对，它挥发的很快。对，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它除了就是让香气出来以外，它其实是增添风味，因为酒煮酒它其实就是甜的。哦，OK。而且你在吃的过程中，它不是让你觉得哎甜不甜这个问题，你是吃不出来的。哦哦，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所以我们就做了不加糖的酱油，嗯，后来尽量做，后来我们甚至于做了减盐的。那一般外面的减盐可能就是把钠盐拿掉，嗯，降低，对，也不是拿掉，就是把钠盐的比例降低，嗯，但是它可能会加假盐，嗯，所以你要买真正的低盐的酱油，你必须要去看它的钾盐跟钠盐的含量，不要因为钠盐拿掉，结果它加钾盐，嗯，低钠但是钾拉高，那你肾脏病的人就不能吃钾，啊，对不对 ？OK， 所以哦，是化学元素的那个钾，不是增添的钾，就是一个金一个钾，对，甲乙丙丁的钾，哦。OK， 是，所以你真的要买一个真正的低盐的酱油，我建议大家要看一下它的钾。因为不加糖，钾含量，钾含量，对，钾含量，如果它的钾含量跟一般的钠含量是一样，或加起来其实也是高的，我觉得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买。嗯，那你那个，你那只低盐的话是怎么处理？我们把钠盐降低之后，我们是没有加钾盐。嗯哼，但是为什么它还是可以达到防腐的这样状况中？当然我们添加了一点点的糖，嗯，我们加了糖，还有再来就是它的发酵方式是它里面曲种有不一样吗？曲种一样，但是它里面有加了一些不同的菌下去发酵。哦，嗯，你一定要我讲的那么清楚吗？妈的不用，啊，我回去就不能回家了。不，我帮你剪掉。是哦，要逼掉，逼这样吗？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到四支不同的菌。你还讲四支？哎，太多，反正大家不知道四支是什么啊？增加它的复杂度，反正就是要试很久才有办法试出那个结果。对，其实我老实跟大家讲，那不好做，对不对？我其实要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只会吃跟卖，因为做的是我弟弟。所以你也不要跟我问配方，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他如果挂了，我们可能也拜拜。你弟都不让你进曲室了，你怎么？因为他觉得我很脏，因为他觉得我乱跑，都不让你进曲室了。他那个他就像那个掌握这个自己，所以呢配方的那种。所以大家买酱油呢，对，如果你认为纯酿造很好，再来就是你要看，哎，你买的纯酿造是。是用整颗的豆子酿的呢，还是用豆片酿造的？对，那豆片跟整颗豆子都有分
基改或非基改。对，那用这样的方式酿造完之后呢，你就要看它的等级，它有没有稀释加水。对，总氮稀释加水，如果蛋白质，如果他说他没有稀释，他总氮有可能很高。重点是，如果他蛋白质很低，他总氮怎么会很高呢？对，因为这间这个。罗生门、这个有被戳破太阳镜。你、其实前几个月消保官公布了一个酱油的，就是其实他们这前年就是这段期间在调查市售的酱油。嗯，其实有很多的西洋镜是被戳破的。我后来才知道我们也有被检测，但是我们是就是 OK 的，对。但是现在有很多很有争议的，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公开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稽核也不是那么专业。这个不好意思，我的确要讲这一句话。对，哇，你今天大炮全火力全开，诸如说那个什么焦糖色素被验出来有假青米唑，这个东西是加糖进去的。不好意思哦，酱油的高温杀菌最多只有是80度，因为杰西，你有煮豆浆过吗？有啊，豆浆煮到100度会怎样？会烧焦、啊。是，所以蛋白质的加热是不可能，蛋白质的东西是不可能加热。煮豆浆都是大概在70-80度，微沸腾，微沸腾状态，把时间拉长，嗯，对不对？对啊，没错，这样都已经会焦底了。嗯，你知道如果放砂糖要产生假基米唑。要140度以上，持续2小时，你认为煮酱油有可能吗？哎，算了，这个大家都蒙在鼓里。但是我讲这个是，但是也有其他的品牌，就是标榜，我不要讲，不乏很多知名品牌，就是标榜也不便宜，但是后来就被发现说，第一个它品名上面没有写，它是有加了水解。但是后来被发觉它是有加水解酱油，所以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翻一下消基会的这一个清单呐、可以做一个参考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标示，其实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我认为有一些东西如果合法添加的，你们应该要鼓励，就是有些厂商愿意标出来，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不要有些人就是没标示，后来自诩。没错啊，所以其实标示只是最基本的。可是你主要看到那些太过于基本的话，你就是你要自己警觉性去想思考它到底它为什么要这样子标、啊。对。因为其实一般业者会标，就是合法添加他会标，嗯，那标的比例多少，其实可能就是他只需要一点点或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消费者自己选择，就像基改非基改，嗯，你要吃豆片、还是要吃原豆发酵，我觉得至少如果你认为你买到的东西跟你心目中认知你付出的代价是相对等的，我觉得就好了。没错，对。后来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如果它的蛋白质是过低，嗯，它其实是做不出来高品质的酱油。因为这一次被查到还有很多标榜甲级酱油，其实它的总氮是低于甲级酱油的。哦，因为他们就看准所有的消费者不会拿去验。你听懂我讲一次吗？我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单纯的看品牌度这件事情。哎，这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每个过程跟每个制程跟每个品项都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学问。还有一件事情是相信自己的嘴巴，因为如果贵不好吃也是没有用。没错，所以我嘴巴最重要。我非常的坚持，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如果没有试过比较之前，我建议你就是先买一瓶。嗯，而且最好买回去，就是说你买同等级的东西，是买个5-6瓶盲测。你选出这几款，盲测马上嘴巴舌头就会跟你讲，没错，是的，是的，对，下下，然后吸干嘛那种。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盲测，你单吃你吃这个，你觉得很好吃，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的基准是不正确的。你同一个状况，同一个时间一起去测试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公平的。没错啊，因为像我们呢。我觉得后来连橄榄油也都要这样子测才比较对他们比较公平。没错，酒也一样啊。是啊，酒都是一样、啊、食物都是一样的。你放在一起你就知道、那个多一个底蕴，然后多一个回甘，多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其实好的食品经得起嘴巴的考验啊，嘴巴是最会跟你讲答案的。对，而且我觉得贵如果不适合你的风味，我觉得那就不是一个好适合你的东西。
或适合你的食物。哦 ，OK， 嗯，话说回来啊，我有个朋友，我有朋友用了你的酱油，跟我讲说它味道好浓，很浓哦，嗯，那怎么办？怎么办？自己加水吗？我其实很多，我们没有做酱油膏嘛，对。我试过用我们的酱油做酱油膏，大概加六倍的水，你就知道煮出来的酱油膏是跟外面的味道一样的。好了，各位大家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很浓了。它其实吃起来不咸，但是其他的味道是浓，因为它的成分是高的。对，因为它就是原汁酿好，就完全不加水，嗯，就是只有在前面盐水那一 part 才加水。对，是，所以我们的蛋白质验出来都有十几克。啊，各位知道了，就买一瓶加六倍的水就变成外面。不能这样子讲。没有，我说做酱油膏，因为酱油膏不能太咸嘛。啊，对对对。我一般都是会把那个泡完的香菇水啊，嗯，去兑酱油，哦，后来用之后，我再可能加太白粉、地瓜粉，或是加莲藕粉这种比较好的粉去勾芡。各位知道哈，酱油膏怎么做出来的？就是这些淀粉做出来的。其实是淀粉，所以你其实家里有好的香菇，你泡完的水，像我自己都常年吃那个有机香菇嘛，我觉得有机香菇很干净。泡完的水，例如说我要六倍的水，我几朵的香菇泡了六倍的水，我就把它香菇挤水挤出来，我就用那个水直接去加酱，就变香菇酱油膏。哦，香菇酱油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很浓，所以它的味道是丰厚的。但是因为它酱油被稀释之后，它浓度稀释，你可能就要注意保存的问题，还有防腐的问题，因为它没有防腐剂。对，所以你就冰箱，你如果你的粉是好的话。我试过了，大概用了几天是不会有问题的。嗯，就例如说皮蛋豆腐啊，或是可是就是要马上用，不能久放的。像我们南部不是都会吃那个番茄姜汁番茄吗？对对对对，姜汁酱油番茄，其实那就蛮适合的。OK，嗯，那另外一种跟大家讲一下酱油的用量，你如果卤一锅，比如说是一锅肉的话，你通常都加多少？我昨天呢，为了要证明。这个酱油不用用很多，而且肉很好吃。嗯，有两三个小朋友，年纪大概跟你差不多年轻，就是想要自己学做菜。他，啊，为什么要叫我？因为你太胖了。OK， 因为姐姐最近有点累，煮的有点多。就是我大概昨天是用了一公斤的五花肉，一公斤呢，两快两斤，一公斤的五花肉。后来我大概卤了六颗的蛋。白水煮蛋，我里面就放了，我里面就放了十颗的蒜头，三根的葱，后来大概放了30cc 不到的酱油，其他就是水跟米酒。各位就知道了哈，这个就是一般酱油做不到的，就是没办法用那么一点点的量。而且我糖什么都不放，你本就有糖啊。不是 我用无糖的都 OK，哦，OK，嗯，鲜味带得出来，鲜味带得出来。后来其实因为我水跟米酒放的有点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要拌饭，不要太咸的，哦，所以我汁要多。但是如果你收干，其实非常好吃，也还好，非常好吃。所以要有收干到一个程度，是收干到，因为对，就是他们。就这样嘛，其实这样烧鸡翅也非常好吃哦，就用烧干的方式吧，或烧豆腐。后来如果我是那种烧，就是烧比较干的，我酱油甚至于放比较少，因为我不需要太多汁。OK，嗯，所以就是看你的汁多汁少，再决定你要放多少。对，没错，30cc 就是一般是饮杯的那个 size。对，30。哇，好，30cc。好啦，今天也谢谢露露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另外一个用。钱钱换来的各种不同的钱钱，没有啦，重点是希望大家吃到好吃的东西，但一样我们还是不讲品牌，就是让你知道怎么去挑一支适合你的酱油。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品牌都很用心，嗯，真的。但是我觉得当然也不乏就是他认为这个业这个产业非常的利润很高，嗯，后来就是去找很多人帮他做品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你问我是不会讲的，所以你也不用私讯问我们，就是我们就做把我们事情做好就好。没有，因为其实蛮多这样子的品牌，对，很多就是一些文青店的也有。但我觉得因为如果今天你的工艺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自己手上，其实那个会有很大的问题。嗯，因为你看的流程很多啊，比如说你豆从豆子采收、保存，然后酿造、发曲，然后进缸，
然后静置4到6个月，番曲你看我都背得起来，然后、嗯、然后煮汁嘛，还要煮酱那个酱酱椒嘛，煮完之后然后装瓶，装瓶后还要杀菌，是杀菌之后那个瓶那个成品还要检验、嗯、检验完然后才有办法去做整个批号管理，后来像现在你还有履历，对，因为我们想还要履历登录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有非常多的细节，所以你而且检验还要分内部检验跟外部检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整个流程里面很复杂、哦、还有你的厂又要符合现在的什么管理HACCP 跟 ISO、啊、还有 HACCP 就是食品卫生安全的法规，那、不是法规，是一个流 程啊，流程验证， 对， 对，它不是政府，它是一个国际单位，但是其实卫福部也有要求类似的基本的。其实我跟各位讲了 HACCP 什么东西一定要过呢，空厨，就是航空公司的空厨是一定得过 HACCP， 因为它是国际标准，其实应该食品业界很多都是要都要过了，但是那个过就 是基本的，但是要过就有点 有门槛了。嗯，应该说也要做很多的报表，那些报表就要如实填写，例如说你的防虫，你的客诉，例如说你的水沟什么时候清啊，你的人员怎么样，水沟也管得了，有有有，一定要、啊哦、口罩也有，都有，我讲的只是我想表面上比较 normal 可以，对，因为他都没在进出进那个工厂，我有进去好不好，什么态度，好好聊天、欸、快一个小时了，我想说你什么时候要收尾，你又给我扯到 HACCP， 我刚已经要收尾了、oh, OK 好啦，就这样子啦，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